我们是专案组的民警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。2022年6月10日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老汉城烧烤店。老汉城烧烤店。对。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我们殴打几名女子了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